Hello。Hello，小鹿。Hello，子期。Hello，小松鼠。Hello，黑夜的呼吸。Hello，浅念林风。谢谢黑夜的呼吸的一个荧光棒。感冒好点了吗？Hello，L U C，你好，环境。Hello，小羊。喝点姜汤吧。没有姜汤。进来的就是猪猪的人了。身体好点了吗？好点了。Hello，左左。关心我的身体。今天跳舞出了点汗，然后就没什么事儿。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晚上好。把空调关掉了。晚上好，马来西亚的宝贝。谢谢，Hello，泡泡。Hello，磊落，你好。谢谢将军的奶茶。开了25度的空调，开了一会儿，主要是通风，因为我没有窗嘛。然后开了一会儿空调。你好，宿舍惹人爱，谢谢黑夜的呼吸的一个荧光棒，小猪猪猪猪，现在外面都没25度，真的吗？但是我们这边好热呀。哦，好像对，我妈妈也跟我说了，最近要降温，降温降得好厉害。不头疼了，已经不头疼了。就看当时间都过去。哈尔滨现在最低7度，这么冷。好冷啊！怎么突然降温这么厉害？我已经洗过澡了啊，我已经洗过澡了。你看我现在头发都是非常的顺的状态，洗过。哦，新疆下雪了。这么冷，好冷好冷，感受到了。我没有开空调了，我现在这个房间的温度，没有很冷了，就感觉是热热的了。左左已经没有很冷了，不用盖毯子，我穿着长袖和长裤呢。怎么突然降温这么厉害？我还以为我妈妈是唬我的，我妈也跟我说，我妈跟我说会降温，我还以为我妈是唬我的，她吓吓我的，没想到是真的。有棉被吗？棉被，
跟我的床单是一个颜色，我买的一样的。这是棉被，那边是床单。那十四号穿什么呢？谢谢，谢谢寻找快乐的一杯奶茶，谢谢您最可爱的一个巧克力。那我应该开始想十四号穿什么了。我没有带厚衣服，好像。谢谢黑夜呼吸的一个荧光棒。晚上好，于叔叔。跟自己思考，看到时间都过去的好提醒，会不会？谢谢小松鼠的一个奶茶。Hello， 你好呀，苏苏来啦，不捉老鼠的猫，你好呀，我准时来了。昨天是电台，今天好早，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十二点，我们过一个月，明天就是我和你们认识的一个月了，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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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也没有一个月，拿到口袋应该是不是那个，明天是出道一个月，嗯。但也不知道今天熬不熬得到十二点。嗯，是的吧，应该要播到十二点。要整活吗？整什么活呢？整什么活呢？我这这是一个耳挂，倒立洗头，我刚洗过头，你让我再倒立洗头，铁锅炖自己，龙吸水，什么玩意儿啊？唱歌吗？啊，唱歌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这嗓子可不可以唱歌。猪肉粉条，那切给你吃吧。给你猪肘子给你吃，那我还得回一趟家，我这边没有厚衣服，还没带厚衣服呢。这个妆容不出吗？谢谢寻找快乐的四个荧光棒 ，Thank you very much。小猪炖蘑菇，小猪蘑菇哪里来的蘑菇？猪猪炖蘑菇，小猪炖蘑菇，哪里来的菇啊？蘑菇可以去买，插头上。长袖，也有，但不多。还有一个前辈什么呀，长袖加外套，外套还是有的，但是我比较叛逆，其实呢我十四号准备的穿搭比较叛逆，但是听你们这么一说感觉会被骂。那我就不这么穿了，但是好不容易带了这么一套衣服回来不穿有点可惜，清凉倒也不至于很清凉，就是比较的怎么说呢，要玩奇迹猪猪吗？要玩奇迹猪猪吗？你们想要玩奇迹猪猪吗？不是路遥，不是不是不是，难道有没有布料很少，就是比较的很奇怪了，这是一个算了不说了，六八了吗？还好，对，就比较sexy
职业女性，职业女性，好吧，职业女性。算了，不那么串了，我们正常点，我们走正常一点的风啊，正常点，正常点。似都可当时间都过去，毒蜘蛛那种，不是不是不是，哎，毒蜘蛛那种，有点那个风格吧，有点，有点，伤口啊，就是它黄黄的，一点点，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了，我感觉啊，然后我买了，因为我不是14号要上 somewhere 嘛，然后正好。他架的那条腿是这条腿，就是我受伤的这条腿，我怕太丑了，然后就买了一个那种疤痕贴，到时候把它贴着，不然的话让你们看到太丑了。这样的话露出来也不会露出来了，希望那个疤痕贴有作用。不是，主要是那你要 somewhere 那种歌，你要切近景的呀。嗯，是吧？大家那种什么都是美美的大长腿，嘿，我露出来一条丑丑的，不好看，不丑多了一丝野性。啊呜，小野猪，我刚才讲完我的拔呢，进来迟了哦，你进来迟了哦，穿丝袜。怎么说呢？就是，14号那个穿搭本来就是有这个想法哦，但是呢，你们说要保暖，那就算了。耶，很野吧？我开玩笑，开玩笑。保暖第一位，没错，保暖第一位。嗯，啊，那天不会很冷吧？那天多少度啊？那天应该不冷吧？这耳饰太多了吧？买了好多呢。我发现前辈他们就是有好多，就是，诶，这怎么回事？前辈他们有好多耳饰，像甜甜前辈，就是有好多耳环，然后我也去买了点。嗯，把眼睛开醒。嗯，我们14号是晚场还是午场啊？你们知道吗？我们14号是晚场还是午场？神奇的耳饰吗？对，很神奇。它是个耳挂，没有，它没有，我没有那么多耳洞，但是它是个耳挂，看上去感觉有很多耳洞。嗯，喜欢戴蝴蝶结吗？哎，我最喜欢蝴蝶结了。还有剪刀手，还有蝴蝶结，昼夜温差大，那是不是还得带件衣服啊？不然早上的时候热死，晚上的时候冷死。我之前我剪过了，我已经剪过了，这头发我已经是剪过的头发了。来之前更长。14号你要来现场吗？今晚打老虎，baby，今晚打老虎。晚上好，
蜜出信夫莉莉家。咦，你是橘子的小号吗？带点衣服出去好。主要是东西太多了，不喜欢拿东西，而且我容易忘东西。你看上次我带去的雨伞又不见了，又落在那个剧场了。我去的时候又没下雨了。真假的，好尴尬哦。而且特别是完了，我都害怕我那个 unit 跳不好了。小鹿跟我一样，我好害怕那 unit 跳不好啊。你们不要凶我，你们千万不要凶我，千万不要凶我，千万不要凶我。看到你们，我到时候也要跟看白菜一样。你们都是猪，你们都是白菜。啊，不行，我会害怕的。啊，到时候我害怕翡翠白菜。笑，好，笑吧，笑吧，但也不要笑得太猖狂，不然我会以为我做错什么了，我会以为我什么动作做错了，或者很搞笑。晚上好，小玉玉。嘟嘟嘟嘟嘟嘟，兄弟们，我觉得我好厉害，家人们，我今天已经把六首歌的站位都扒完了，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刚刚又把那个 Somewhere 的副歌也扒了，然后明天再过一遍站位，然后每天都过一遍，到公演前每天都过个几遍，我相信我绝对不会站错，就是这样。我绝对不临时抱佛脚，这次我这次一定要准备充足。嗨，加油加油加油！不然我到时候错了，我自己也会难过的。这个放假这个期间，我就不出去玩了，我就赖在中心，我封印住我了。我也在房间里封印住，在舞蹈教室封印自己。但是本来约好的好像是明天去拍写真的，只能拖延后了。不想出去，不敢出去，没有安全感。Hello， 轩狗在长大，你好，小家。为什么要叫我小家？你可以叫我小慧或者猪猪。flag 会倒，我的 flag 一般都不会倒，我的奶也不读。小慧，我就不是那样子的人，我只要立了 flag 或者立了目标，我就不会轻易的没有，就是这样子，不然就是不轻易的立 flag。黑人呼吸，你好，是深夜里的荧光棒。吃过饭了吗？吃过了。我在 S 队，我是预备生，十六期预备生。那我不立了，那我不立 flag， 只是给自己心里一个小目标，不然的话我没有目标做事的话，我更会懒惰，必须要给自己有个目标呀。哦，对了，门口的小狗狗好像不见了，好像小黄狗被阿姨说是被什么抓走了。哎呀，
我还买了狗粮呢，小黄狗，对，我还买了狗粮给小狗狗吃，结果它不见了，也不知道小黄的孩子去哪儿了。小黄的孩子，不知道。小黄的孩子，我之前工资发下来，工资发下来，我给他们买了狗粮，结果我今天去看不见了。是凶星拒绝呀，谢谢你的玫瑰花。对，好像被大狗队抓走了，阿姨说的。去问阿姨了。就今天那个笼子里只有小花了，我可爱的小花。撇了个嘴，我的小黄狗，小黄狗很粘人的，其实，小黄、小花、小白都很粘人。小白跟 Soso 前辈走了吗？Soso 前辈领养他了吗？回广州了吗？小黄的孩子被领养了，本来其实我想养的，但是我发现其实连我自己都养不活，我就不养这些了，对他不负责任，不然，小土豆都很乖的，是比较乖，但是他们真的没人照顾他们呀，那他们自己。他们到时候又成流浪狗了，然后又被打狗队，到时候一抓抓走了，然后打狗队好像2000块钱把它赎回来了。太可怜了，我的宝贝，谢谢。这是什么？心什么什么处什么什么？的荧光棒 没有，他是被抓走了。不冷吗？不冷。我这个嗓子怎么回事？怎么如此的低沉？好奇怪哟，baby。你们会说气泡音吗？谢谢是修仙的巧克力，你们会说气泡音吗？Baby, I love you, you love me, yeah, 我非常的喜欢你。什么东西？对吧？对吧？小松鼠。誰だって可愛い子、誰みたいだ。その、どうしても意地が張ってる。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一定要再存钱买一个 iPad 或者平板，或者再买一个手机，不然的话我没有音乐，没有 BGM。也没有不能给你们整活，想买一个那种什么 MatePad，iPad 不就平板吗？平板有不止 iPhone，有不止苹果软件，不是苹果公司的平板呀，还有华为的平板，还有小米的平板，还有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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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板。你们有什么推荐平价一点、有好玩一点的啊？不，好平价一点的吗？好贵呀、4200、4300，我一个月工资，那我不吃饭了，不吃饭买个平板，再过2个月再去买吧。谢谢，
谢谢许我三千笔墨画眼中人的荧光棒 ，thank you， 谢谢。还有姐姐的，姐姐也没有，姐姐两个手机，但是她手机有用。那你说我去买一个二手的，是不是很划算呢？哎呦，或者让我爸爸给我买一个吧。嗯，好好主意。这么想你生病，那你来照顾我吧。嗯，没办法，就生病不是我能说的算的。学习工具，小米和联想平板不错。怎么苹果那么贵的呀？不买不买，那还是买那个。谢谢段了玄的99个荧光棒，谢谢 ，Thank you， 谢谢。随便买一个吧。我跟我爸爸说，主要我是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啊，就是像我这种很容易摔手机、摔平板这种性格来说，买 iPad 我觉得太费了，买个国产的吧。因为我之前有 iPad， 好多给我弟弟了，然后我弟弟全摔坏了。华为，好的，那就华为吧。桌子你爬得上去吗？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我爬得上去吗？我拿我这个腿踹死你。我手机是苹果的，但我这人吧就比较比较抠门儿，对不起，对自己比较抠，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换手机的。就像这个手机之前我一直在用7P 一样。豆豆好，豆豆好啊，可是这样做比较舒服。救命，今天又没有喷发胶，不好意思。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没有必要嘛，对吧？买这个钱多吃几顿不好吗？不香吗？跟姐妹去迪士尼玩一趟不香吗？对，香香。而且我现在也不是很有钱，很有钱就不把这个钱花在不需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养成存钱的好习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家里爸孩子太多了嘛，加上我一共有5个。那我爸爸我妈妈是全职太太，就在家带弟弟妹妹，然后我爸呢也50多了，我姐虽然工作了，然后我爸这么离退休大概也就10几年了嘛，那弟弟还很小，他们才刚上小学。那你说说这以后的开销，要是我先挥霍掉了，那弟弟妹妹以后的那个什么，对吧？弟弟妹妹以后的那种生活呀，什么什么，还是没有办法。作为姐姐，虽然以前我也是小女儿来的，但是现在我也是个姐姐了。还有妹妹，对，还有妹妹呢，妹妹很小，妹妹很小，很小，很小。特别小，
那我说真的，我就是我，在我小时候，我姐姐也是对我很好。她就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也是为了减轻爸妈的负担，二胎的负担，她也是对我很好很好。主要是我心疼我爸爸，我爸爸说真的，我妈妈现在身体也不好，然后在家带弟弟妹妹嘛。说真的，我妈妈已经好几年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了。就是我妈妈真的就是，你想想看，她生完大弟弟，隔一年怀上了二弟弟，再隔了2年怀上了妹妹。就是她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全是在带孩子。然后我就，哎。然后我爸爸就只顾着赚钱，出差赚钱，出差赚钱，这一大家子人口要养的，还有外婆，我外婆也是生病了，然后也是，也是得靠我爸爸养，还有我爷爷奶奶，亲妹妹，妹妹今年生的，妹妹今年生，妹妹已经几个月了，8个月了。我父母不是香港人，我爸爸是杭州人，然后他们在香港做生意认识的，不是香港人，我只是生在香港。谢谢段子学的99根荧光棒。所以说，有时候想想看，我爸妈能支持我来这追梦，说真的，我对这个行为也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为是自私的还是怎么了，就是，但是我爸妈还很好，还是同意我出来追梦了。哎，我爸真好。以前一直在，就是觉得爸妈重心放在弟弟妹妹身上，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妈妈管弟弟管得比较紧。我不是说了，我初中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外面住的嘛，就是那段时间心里特别不好，然后当时就反复的确认不了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像，就是体验了一下有二胎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吧，就是我是家里的最小的嘛，后来发现有比我更小的那个出现了以后，我就是心里真的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平衡。然后难受了半天半天，然后爸妈不管我那种，然后我就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姐姐当时已经出来工作了，她已经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了，姐姐也不怎么在家。然后我那一段时间，一整个大无语、大 emo。后来长大一点了，想开了，我发现爸爸妈妈也是爱我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只是我这个性格，我不喜欢去，我是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跟我姐一样，我姐就是那种粘人精，我姐是粘人精，然后我姐的是那种爸爸，爸爸，爸爸，我姐是这种，但是因为我初中那段时间以后，我的性格就养成了我不喜欢，我觉得，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去，就是说撒娇什么，我怕得不到相应的回应，我怕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没有相应的回应，然后就不敢去确认，没有安全感，可能是，然后就养成了我现在的性格。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找到了我的目标，我人生的目标，啊，真的。我发现现在我自己出来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矫情的那种心理想法，就是我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不爱我，但是爸爸妈妈不是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但是我总是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就是一遍遍的想要去确认，但是又不敢去确认你爱不爱我，就那种性格，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是那种不敢去向你确认的那种性格，我不敢，我怕你说出来的答案会再一次的伤害我那种，就是那种，但是发现，哎，我想多了，我想多了。
好的，我知道我爱你。嗯，对，勇敢一点，咱们勇敢一点好吗？勇敢一点，虽然说我现在嘴巴上还是这么说，勇敢一点，但是说还是得说嘛，告白成现在，对，快点给我告白吧，爱我爱我，快点爱我，默默的爱我。好，知道知道。还有人不说，好啊好啊，谢谢东哥的十个巧克力，床好大呀，因为是两个床拼在一起会比较大。说，那你说呀，你就说一个说，这永远爱你，哎呀，好的，说到了，我没有哭，不说就不说，不说就不说，切。对，我还没有舍友呢，我还没有舍友。我说你什么？我说你什么？我说你什么？最讨厌你这种人了，真是的。谢谢祖祖的20朵玫瑰花。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是爱，就是说出口。其实我也是那种性格，爱说出口，我也不太容易说出口。但是说真的，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有些话真的要用嘴巴来说出来的，就是像我之前，我的性格就是藏在心里，所有的事情都憋在心里，然后让别人误会我，让别人误解我。你以为不说话就是最聪明的，就是别人都会那个吗？不是的，有些话就是得说出来，是你不说出来，别人永远都不知道。谢谢修仙的玫瑰花。谢谢小松鼠的10朵玫瑰花。那我怎么知道你来是看谁的呢？对吧？嗯，你这个性格啊，跟我真的好像哦，真是的，傲娇死了。你真的好傲娇啊，小鹿，真的是。行行行，行动也代表一切，但是有时候你行动我看不到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是的。腿恢复的怎么样？这个啊，我心情，我是，哎，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是不太喜欢。我也是感觉，表面在脸上的。我一般生气我就不说话，嗯，因为，谢谢东哥的12个荧光棒，就是行动和表达又不冲突，哼。我比较贪心，我两个都想要。小女生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的性格其实没有特别像小女生，我觉得不像小女生。像个憨憨。你。医生不应该是有些情况要瞒住病人吗？医生，好像是的吧。小松鼠是这样的吗？我这是俗称社交牛症。我。对喜欢的人我社交牛牛，我对不喜欢的人我冷若冰霜。哦，谢谢小鹿的夜蝶，谢谢。好吧，其实原谅你不说爱我了。
但是我还是想听一句爱我。谢谢小鹿的夜蝶。爱我爱我爱我，太甜了，对，太甜了。想加病，什么想加病？你不要乱说。想加病，我感觉我得过敏。我的天哪，我感觉我得过敏。那我脖子红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吃过什么？哦。今天吃的牛肉。芹菜，楼下的东西啊，算了，不管它，不管它，待会儿吃个那个 carry 菜就好了，牛肉，不是牛肉，应该是芹菜炒肉，不是牛肉，牛肉是发的吗？没吃。不想去医院，不想去医院。不是牛肉，只是那味道很像牛肉，应该就是普通的猪肉吧。我不想去医院，不是昨天的，是两个阿姨炒的，可能食堂大批发芹菜和肉吧。他都吃了吗？吃了。可能是体质不好，就是免疫力下降。那个，我不喜欢去医院，而且我，你不觉得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看电影，很惨吗？就是，虽然一个人我也看过电影，但是前两种就是这世上最寂寞的事情嘛。好，早点休息。因为食堂好吃吗？好吃，就是太油了。只有一个长得像岳云鹏叔叔炒的饭，炒的菜，我比较 like， 我比较喜欢吃。就那个胖胖的，番茄炒蛋好好看。我不爱吃番茄炒蛋，我觉得不下饭。我喜欢吃土豆番薯，土豆和番薯，土豆呀土豆，海带呀海带，土豆东土豆西。啊，你们知道周玉倩前辈吗？我当时，你们可以去哪一期找一下有没有我的身影。我之前就是周玉倩搞错了，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对不起，周千玉前辈，对，上八食堂图鉴，在我没出道的时候，我有录镜，而且我问他了一句：“前辈，你是在录那个食堂图鉴吗？”你们去找一下那一期，那个是我。然后我有入镜。上八食堂图鉴，哎呀，告白什么？张兆芬什么？我不爱情的。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夜，这首歌送给你。
一个人看电影，哎，我给你们讲一个好，就是我以前喜欢干的事情。我初中的那一段时间，初中那段时间，高初三嘛，然后大家就有些人就读半天，就是读半天，就是像我就是读半天初三，然后剩下半天出去补习，自己补课，就不在学校里读了。然后呢，我有时候就出去，然后。直到有一次星期五，一般老师都会给我发消息告诉我就是几点几点到啊，然后要不怎么样。然后有一次老师说他突然来不了了，就突然去不了了，就是突然给不了我补习了，就是说自己安排这个时间吧。然后我灵机一动，哇，那我岂不是离回家还有5个小时，这5个小时我能看一部电影再去老师家吗？然后当天说到做到。哎，我就想到了，就是去体验了一下一个人看电影，我发现然后看的好像是陈飞宇和荷兰豆儿那个前辈啊，不是前辈，就是演的一个电影叫耿耿于怀，那叫啥来着，电影版耿耿于怀主角，那叫啥来着，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都是前辈呀， yeah, 都是我前辈。耿耿于怀，然后就去看了，还嘛，哎嘛，老感人了，我跟你们说，老感人了，我就说于怀，老感人了。然后这就是第一次看电影的情况，然后我发现一个人看电影好像还挺好的，就是可以。想哭就哭，就哭的响亮，想笑就笑，就笑的猖狂，就是这样。谢谢白胡子老爹的鸡腿。一个人过生日，为什么一个人过生日？我们也可以陪你过生日，我们一家人都可以陪你过生日。对，来直播间过吧。虽然我不能对你说出那句话，但是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是什么？哎呀，小鹿不要这么害羞嘛，真的是，原来小鹿是害羞了呀。啊，翻牌跟我说。哇，卡卡，怎么大家都这么害羞呀？嗯，我就喜欢一些个这么的害羞的情况，搞得我脸红心跳的情节就很不擦嘞。不要这样嘛，就一些个这样子的。比如说翻牌私密这种东西啊，就是一些个很不差。哎呀，怎么这么甜呀，大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就怕有一些人啊、哦，有一些人很坏，把那个私密翻牌啊，就不发私密，就发公开。嗨，老婆。怎么直接叫上老婆了呢？洗心革面，大家可以发点公开的翻牌了。不然我没有早安翻牌了，发个几条吧，我存着。可以发公开。妈妈的好闺女，我是好女儿。谢谢小鹿的6个荧光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
塔卡的一个奶茶。嗯，谢谢黑夜的呼吸的六个荧光棒。Thank you，Thank you 啦！你们说我待会儿摇骰子的话，我是六个六个摇呢，还是啊，好多一起摇？我也感觉六个六个摇好像划算一点。谢谢二狗子的荧光棒，可是我是 S2 的，为什么要给我送插队的荧光棒呢？外面台风了吗？是最近又有台风了吗？拿外卖，卡卡，你是有多瘦啊？你问我为什么我的嘴像金鱼嘴，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有什么办法呢？嗯，我也没有办法。风太大了，你太瘦了，像我就是一个桩子，我杵那儿，台风再怎么吹也吹不走我。不动如山，定海神针，我就这样的嘴，我就是这样的。真的吗？真的？那我有什么办法？我画成这样 ，I like。是不是颜色太深了？因为说真的，嗯，今天是换了个口红，换成那个紫调的了，紫调的口红。然后是想要尝试一下，Unit 上的妆容。哎，是梅子色，我很喜欢那种死亡芭比粉的颜色，但是最近就不怎么整了。这很死亡吗？这不是的，这是很深的颜色。这么深，很深很深的，就是吃小孩事儿。哼，没有餐巾纸，糟糕。好丑啊，像条香肠，哎呀妈。此时就应该搞个大偏分，看能不能搞个大偏分。就是说怎么说呢，中毒了颜色啊，气死了。哎，气死我了，整理一下发型再跟你们说话。吃火龙果了吗？你好损呐、啊！你多损呢、啊、你！
衣服吊牌没拆，被发现了。哦，当然是拆不动，没有剪刀。我找遍了我整个房间都没有剪刀，那我有什么办法？它是那种，它哎呀哎哎哎哎哎，不好意思，它是那种塑料的。然后剪不开，没有剪刀。看病了，不好意思。哎呀，这也很正常的，真的是迟早要看的。你们是没看过是吧？你们是不是没见过毒蜘蛛那种吊带？你们要习惯，我平常的风格也就是时而辣妹，时而甜妹，好吧？我跟你说，我为了穿这个套件外套，就是因为你们肯定会说我，所以我穿了外套。上班我没本事呀，我这人最怂了，就是没什么本事，生怕有个人要揍我，然后联合着一群家人揍我，我太没本事了。算了，毕竟还是未成年，我们还是算了，我们还是乖一点吧，以免爸爸妈妈、姐姐、哥哥们一大群家人正在来了路上。对，七秒。哎呀，我也快成年了，真是的，我也快成年了，坏人，坏蛋。哎呀，我是没想到，我都已经躲隔壁去了。我就是想给你看一下那个吊牌是那种塑料的，剪不掉。还好。没有，既然这个这么大个地方，没有一个尖锐物品。太安全了，属实太安全了，包括连我的这种，找到了一个最锋利的，也是我的眼镜儿，结果我发现眼镜头是圆的，一整个大无语了。没有，都没有，安全无误，真的安全无误。然后最锋利就是这个夹子，这个玩意儿。那我得割多久啊？找前辈借。我这不刚穿上嘛，我又懒得去借，要给你们直播了呀。不行，这口红太深了。血腥玛丽。我已黑化好吗？今日的小慧已黑化，最好是那种哪个大长眼线子。已黑化。哦，什么？鲜血。
就是很想画，但是我怕洗不掉，吐血了。家人们，你们离我而去了，我吐血了，我死了。眼睛外面的血泪，我来憋一下眼泪。可是我现在不想哭，看有没有。生病了，哦哦。PK 输了，哎，这真的好深啊。小松鼠医生，你见死不救。眼药水，眼药水，有没有眼药水？耶、yeah, ，我去找一下眼药水。等等。姐，我的眼药水呢？不是吧，不是吧，这么偌大的一个地方没有眼药水吗？我哭了，我真的哭了，我哭了，你信吗？ Oh no， 不是吧，不是吧，难道还找到了？这眼药水吸收了，要命了！委屈爸爸。怎么了嘛？为什么走？冷血的人们。没有感情的家伙们，哼，没有心，我终于体会到。有肌肉了吗？我觉得我有，我就是有。别生气。嗯，还是你好，马来西亚的宝贝，还关心我，不要生气。哎，我跟你说，我掰手腕可厉害了，我们16期没有一个掰得过我。你不要哭，卡卡也好。记得你啊，笨逼白兔子的菜鸟驿站，你昨天来过。嗯，你来了，我肯定会记住你嘛。是会想着一起掰手腕，因为他们，嗯，具体理由就不跟你们说了，因为他们泥塑我。其实应该也还好，他们可能是让我，他们可能是让我，嗯，他们力气也挺大的。慧慧前辈啊。
什么东西？黑夜的呼吸，你搞笑啊你！什么东西呀、啊？你真的是，好酸，吃柠檬了。我力气好像，我力气怎么练大的？就是帮妈妈抱孩子，抱弟弟，就是小时候要抱他们睡觉哄睡，然后长大了以后他们又想玩嘛，真的他们很皮，弟弟们一手拽一个，姐姐跟我玩，咔咔咔咔，我说你不要动我了好不好，我疼，然后当时从一开始疼到后面的旋风大陀螺就哈给他们拽，然后力气就是这么大的。然后包括比如说出去购物买菜，买去超市购物，就是因为一家子很多人嘛，所以买的东西会很多，每一次妈妈又要带弟弟，所以东西都是我拎的，然后就这个时候力气练起来的。小杨去发什么微博呀？拜拜，待会儿见。为什么又要凶我？我已经很乖了。菜市场小妹，我可爱逛菜场了。我跟你们说，夏天的菜场东西可吃的可多了。你的崩图什么？我拿着我整个宿舍最尖锐的东西问你，什么什么什么，你信不信我拿这个卡子揍你？你信不信？晚安室啊，晚安室啊！我昨天有看哎，我终于观察到有晚安室。你们昨天的晚安室好像是奶茶，对不对？你最喜欢喝的奶茶是什么？然后有人跟我一样，我们的诗人跟我一样喝波霸奶绿。还有喝桃桃的、桃子的，还有什么乌龙茶，都是什么呀？都是我都没有听说过耶。还有喝葡萄的，有一点我想说，果茶怎么能并为奶茶这一列的呢？像那种果茶，你怎么能并为奶茶这一列？是吧？多肉葡萄这些。我始终不明白，我每次问我姐喝奶茶不，然后她说喝啊，我说喝什么，她说喝葡萄的，我说我问你喝奶茶不是问你喝不喝果茶，上面有奶盖，你牛，你赢了，都是茶。嗯，好吧。哎，小松鼠喜欢喝港式奶茶对吧？我喜欢喝什么碧螺春、黄毛黄山毛峰，哎呀妈，整的好牛啊。我们杭州有西湖龙井，挺好吃，很好喝。今天的晚安是放关于哪方面的呀？我不知道哎，今天晚安是这怎么猜得到啊，这么多。今天晚安是什么？铁观音是杭州的吗？铁观音不能说是杭州的，不是福建的啊，不是杭州的。我只知道杭州就是龙井，就是杭州的。其他铁观音这种，哪个城市最喜欢哪？今天的那个晚安是吗？最喜欢哪个城市？我最喜欢，你们说的是什么？有小慧在的城市呗。是不是？
你们老会了，你们这么会，你们不猜到吗？真是的，不玩。标准答案，对啊，标准答案，我老会了。那种言情小说不是白看的，真是的，你们土味情话一摊儿摊儿。变聪明，上海呗，那就是上海呗，对吧？你猜我说的啥？没有小慧的城市，开玩笑，开玩笑，没意思。哎，我真是的，你们老会了，没参加是吧？哇，真是太甜了！我只是说说的，我哪知道你们真这么会啊？真就是我的城市，嗯，太甜了吧你们？甜齁我了，甜齁我！我只是猜猜的，没想到就是这个。上海嘉兴海宁，哇，你知道海宁啊？我发现海宁好多人都不知道，填海不好。好啊，甜死我吧！就认真回答。我喜欢老实，这种老实人我爱的。因为你们如果说真的告诉我真实的，你们就是你们要是有老实人真这么回答的话，我愿意去了解，嗯，为什么喜欢那个城市呀，对吧？你们肯定会经历很多事情，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地方。下次小慧如果去那个城市的话，就可以去看看你们推荐的地方。我只是说说的，海宁是金庸的故乡。言官吗？海宁，嗯，好像是。你们知道长安吗？海宁长安。我小时候所有的回忆都是在那边发生的。就是我有一个阿姨，嗯，长安，对，长安。是一个县吧，镇，县镇。就是我有个阿姨是从我小时候管我到，不是西安，就是长安镇，就是海宁长安，海宁盐官长安，不是西安，长安就是长安，就是一个镇还是县。然后我有一个小时候有个阿姨，就是从我小时候的时候就管我到大，从我刚出生的时候就管我到大，就是一直管我，给我接上下学呀，怎么样，都上下学，就是家里请的阿姨。然后呢，到我初中的时候她就不管我了，就是她的儿子的媳妇儿怀孩子了，她就管她孙女去了。然后就不管我了，然后所以说小时候妈妈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是出去的时候出差啊工作啊什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阿姨管我，就是保姆阿姨管我，姐姐在住校嘛，姐姐住校，然后就是这个阿姨管我。然后她节假期的时候呢，她就会带我去长安玩。然后姐姐是一般都是爸妈带的，姐姐都是我爸妈带的，而我就是阿姨带的，从小带到大。然后节假期的时候他就会带我去长安玩，就是去长安那个县玩。哦，好快乐呀，真的好快乐。那边有三轮车你知道吗？三轮车，然后好快乐呀那边。然后那边就坐公交，当时去怎么去长安呢，就是要坐公交转个，我记得是68路转到客运中心，然后再坐一个车子，再坐，要一共要转3辆公交车坐到那个海宁，然后再叫一辆三轮车，然后呢，我这个阿姨的儿子，我叫他哥哥嘛，他很大，比我大20多岁，现在他有小孩了，也有老婆了，我叫他哥哥。然后我当时很小，大概就小学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叫他哥哥，因为我小时候他还在上大学，就是一直叫哥哥嘛，叫到大。然后他就带我早上的时候就带我去
桥底下吃面，那个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就是雪菜肉丝面，绝了，一绝，还有那拌面，就是太好吃了。然后穿过那个桥，然后穿过一直穿，那边是一个纺织厂，就是我这个阿姨住的是厂房，就是厂里分配的房子。然后呢，穿过那个纺织厂，有一个棒冰厂，是里面生产棒冰的，有赤豆棒冰，有绿豆棒冰，有奶牛奶棒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里面直接拿。一箱一箱，成箱成箱的，你知道吗？他们吃了都不要吃的那种棒冰，你知道吗？成箱成箱的那种红豆棒冰，哇，绝了，一绝！赤豆棒冰，而且是那种无添加的那种纯天然那种赤豆棒冰，啊，绝了，超好吃！然后就吃了都不要再吃了，我每次就去那里拿两个，哈，一手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哈，吃完以后就去前面市场逛街了。集市的话，那边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在我印象里麦当劳就是杭州麦当劳就是肯德基这种在我小时候算那种奢侈品，谢谢何王的荧光棒，就奢侈品，就是能吃一顿一定要是我考了100分我才能吃上一顿，就是那种麦当劳肯德基。然后呢我就去那边，结果我发现了，哎，海宁也有麦当劳。小时候不懂，你知道吗？觉得啊，薯条、汉堡就是麦当劳，哎，就是麦当劳，哎，进去了以后呢，啊，就吃了一顿，就可豪华了。点怎么这么便宜啊？这里的麦当劳啊，在城里的时候，我就跟我阿姨说，在城里这些东西都要50多块钱，一个全家桶都要好贵的，这里怎么只要20多块钱就可以买个大桶桶喽？我就说好便宜。给我买一个咯，然后我就去买了，结果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识字了以后，我发现它不是麦当劳，哦，它是啥来着？好像是什么麦兜劳，就麦兜劳，我一整个大无语咯。哦，这个麦，对，麦德肯，好像就是麦德肯还是麦兜劳，就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是德克士还是肯德基的名字，哦，就给我结合在那一起，我还怎么服了，我真的服了，啊，对，那可能就是麦德肯。卡卡真的是怎么卡卡都知道这个，那可能就是麦德肯，就是卖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吧？啊，就是一整个大无语。小时候我就说好便宜的，然后我还跟我那个学校里的朋友就炫耀一样的，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说，你知道吗？这里的东西太贵了，又贵哦，又不怎么样。你知道吗？我阿姨带我去的那里，哦，好便宜哦，就是又能吃饱，又能好便宜。下次带你们去哦，请客。我想说就这样子，结果一整个大无语了。小丑竟然是我自己，对。但真的很快乐，而且最快乐的是什么，就是小时候那无忧无虑的日子真不差。就是我阿姨家是在这里，是一楼，就是走楼梯上去的一楼，然后他门前有一个樱桃树，就是樱桃节成熟的时候去摘樱桃，然后就是要是夏天过去的话，就是去摘那个什么无花果，然后呢要是桑葚时期的话就可以去对面的农田去摘桑葚，就是很好。然后就是感觉那个地方全部都结满了果子，就是每个地方每个时节都有不一样的果子，有柿子，有草莓，然后有樱桃，有无花果，有桑葚，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有，还有柚子，还有橙子，还有香柚香泡，就香泡是不能吃的嘛，是苦的嘛，但是小时候就很喜欢摘那玩意。然后就是我发现时间过得真快，我也又伤感了，哦，天哪，不能讲这个，就是
小时候真快乐。谢谢修仙的玫瑰花，然后小时候真的是很快乐，而且你们能 get 到那个，就比如说洗衣粉的味道吗？就是早晨起来，然后大家已经在那个河，因为它旁边是一条河嘛，然后大家已经去那个河里，老太太、老奶奶、老爷爷都在河里洗衣服，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去那边运动器材那边玩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就那种味道就是好安心那种感觉，就是看着我阿姨在那边洗衣服，也可以叫奶奶，那叫外婆了，就是我一直叫她达达，就是达达呢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叫她达达也不叫阿姨，就是达达，是因为在我们杭州，就是她的年纪比我妈妈还大一点，但是又不能算是外婆那个年纪，然后我们在杭州就会叫她大妈妈。但是以前呢，小时候呢，我发音没那么标准，就大妈妈叫不出来三个字，所以说我只能叫她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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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叫习惯了，叫了十几年就是叫她达达，但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说是官方意义的，就是在网络上搜也是搜不到的，就是叫她达达。嘟嘟嘛，反正我们那边就是叫她。就是本来是要叫她大妈妈的，但是习惯了就一直叫她达达，就是一个特别的昵称了，就是一个特别的昵称了，就叫她，只有她一个达达。然后达达现在也很老了，就是说，哎，时间，她管我的时候都没有白头发，现在就是也有白头发了。而且其实说真的，会柠檬精的，就是会酸的，就是她现在因为有自己的孙女了嘛。然后呢，就是我就是他，其实说真的，以前他是比我妈妈其实还要亲的，存在吧。就是因为妈妈好忙，妈妈以前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好忙，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所有上下学都是我达达接的，然后都是他就很好，会自己掏腰包给我买一顿什么麦当劳的鸡翅或者怎么样，怎么就是用自己的钱。就是买那种我喜欢吃的小玩意儿，就是很好，也不贵，但是小时候就很满足，就是比如说给我带一份薯条那种，就很满足，就是那小时候那种小确幸小快乐。然后就比如说怎么放学了，就是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哎，没事，达达带你去公园去逛一圈啊，我们去骑个自行车去玩玩，就是很快乐。哦，买杯奶茶，达达因为年纪很大嘛，他也不懂时尚潮流，他只知道年轻人都爱喝奶茶。因为刚开始，那时候还没有一点点的时候，还没有 Coco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当时有一个叫蜜果，还有一个叫黑龙糖的奶茶。然后达达就说，他当时就知道小孩子喜欢喝这些嘛，然后他就说去买一杯奶茶吧。避风塘是那个吃饭的地方呀。所以说就是达达走的时候，就是去管他自己的孙女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我很难受的，因为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被我达达保护得很好，但是突然就那个安全感没有了以后，而且又是初中那段时间有弟弟了以后，那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我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最难受的时候。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嘛，还好有你们，现在还好有你们。然后就是那段黑暗的时间过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是迫不得已我得成长了，因为有弟弟们了，我得就是要做姐姐了，没有办法，然后就扛起了姐姐的责任。但是我其实对这种责任我还挺开心的，就是感觉生命有了意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现在又有你们了，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啊，我的天哪，真的好幸福，而且这么多。然后别哭呀，别哭呀，哭什么呀，哭什么呀，别哭呀，我开心着，开心的，这个回忆是很开心的，就是那种小确幸，就童年的小确幸，就好开心啊，微笑着流。但是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我真的会柠檬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达达呢，他带我时间太久了，他带了我14年，然后带了我13年，13年半，
太久了，你知道吧？然后当他不管我的时候，就是他去管自己孙女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受的，就感觉他不是最爱我的吗？然后他就去爱别人了，那种感觉是最难受的。但也是没办法。我只是想到这个有点难受，因为前段时间他刚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他孙女的视频，他可能也是给我分享，他可能是也是给我分享他的事情。但其实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很难受，因为他叫他孙女的昵称和之前叫我小时候的一模一样，他就叫他宝贝诺诺，诺诺乖过来，对，是诺诺，对，他叫我，他以前叫我就是阿诺诺诺，哎，要命了，好难受呀。真的好柠檬啊，哎，我看过狗十三，所以说其实我的占有欲其实强吧，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看不得你们喜欢别人也是因为这个，真的不行，你要不就不要被我发现。然后有些人们还很傻的还要跟我说出来，还说什么我还有其他喜欢的人。那我只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哈哈，哦，我知道了。那我能怎么办呢？是吧？你们要不就好好的藏好了，乖乖的，再也不要被我发现。你们哎，有些人特别可爱，特别实诚，跟我全部交代的一清二白。我说真的，我收到这种回答的时候，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热呀，宝贝，我真的好热呀。查水表，我不查你们水表，真是的，你们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不想，就不查你们了。难受了，我难受了，讲到小时候的事情难受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的奶茶，冷酷水母死了你的奶茶。不哭了，只是谢谢黑夜呼吸的一个荧光棒，谢谢，谢谢黑夜呼吸的两个三个荧光棒。不哭了，不哭了，谢谢小松鼠的奶茶，谢谢秀轩的巧克力啊，谢谢卡卡的奶茶。就是只是讲到那个小时候的事情，而且正好刚收到那个消息，很难受。谢谢朵朵的奶茶，谢谢将军的巧克力，谢谢小松鼠的玫瑰花，谢谢小松鼠的巧克力。你们不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得到了爱，但是呢就是结果突然他不爱你了，可能他更爱别人了，你不会很难受吗？
没有过，对吧？就是从小到大感情太深了，而且我在想，就是现在还13的3个荧光棒，就是我在想，就是因为我小学真的跟他的回忆太多了，我小时候的回忆跟我的大大回忆太多了，然后我就想着现在他的孙女还小，他以后可能也会经历一遍我这样子的，但是他能一直得到，一直得到那个爱，一直得到爱。然后但是说真的，我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跟达达我的大妈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那个妹妹她是有血缘关系的。我在几年前可能是达达的最心肝宝贝，但是之后就不是了，那种感受就是很难受。就是说真的啊，我真的很难受的是什么，就是我跟他的关系怎么说呢，毕竟他还是我妈妈付钱的保姆，虽然说在我们家困难的时候他都说不要工资了，就想要管我一个人，就想管我把我带好，但是总是还有点利益的掺杂，就是跟那种纯粹的孙女奶奶母女那种孙女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就是那种第一顺位不是我的那种难受，真的难受。因为以前是这样子，以前是他有时候老家那个老家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就是孙子需要他帮他管一下，然后当时小时候我就是很难受，想他想的哭的昏天地暗那种睡不着，然后就是昏天哭地，然后我就是很难受，我就在我当时就是哭着问他，他就问我怎么不开心了，怎么不说话了，我就当时憋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你叫别人的孙子叫宝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然后他当时还是说哦，你最乖了，你最最宝贝了，我最喜欢你了。但是说真的，现在我都不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有自己的孙女了。太难了。爸爸妈妈，我才刚回过家，我怎么又没安全感了？我真烦了。疯了！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人待的，真的一个人出来待着，以前就是对比，然后显得更难受。哎，不能哭了，还一个小时就是咱们开心的日子了。见面还有家人们陪我。我们聊个换个 MC 吧，换一个，就是本来是讲开心的事情的，这结果哎怎么回事。但是说真的，以前那个开心的日子真开心，现在是怎么都回不到了。现在好像大城市发展起来了以后，像我生活的地方杭州也变成了一线城市嘛，就是城市发展的起来了，然后像上海速度这种，就感觉大家就是生活速度啊怎么样都提高了好多，然后就是那种感觉速度很快，就是大家比如说地铁还有香港真的是大家，对，就是香港你能见到那种大家，我感觉说真的我对香港的感受就是大家都好忙碌那种感觉，走路都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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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有秩序的一个城市，因为像那种打车都要排队，就是很有秩序的那种城市。然后就感觉现在真的就是在大城市待久了以后，香港对，就是大城市待久了以后，生活节奏真的太快了，以后就是有时候去那种
无忧无虑的地方，就是要小县城，就是县城，然后镇那种地方太开心了。就是有，如果说真的你压力如果太大的话，或者生活太累的话，就可以去小县城小城镇去玩一玩。说真的那边没有说那种很真的很那种很现就是怎么不是这么说，真的很设施不发达，那边什么都有，其实已经什么都有了，就是已经大多数发展的都很好了，只是大家的生活节奏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像十几年前几年前的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样，就是缓慢，就是也不是缓慢慢的很舒服。有个什么这么就是从前的那句话怎么唱来的，慢慢喜欢你的歌词儿，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喜欢你，慢慢回忆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手里总还写，手里总还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久的哎都不准了，这个音调，这一感冒就是一整都不准，很难听。慢生活也就三四线城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多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牵我的手不放？有点不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感冒了，唱不准音调。谢谢夸夸，刚刚是谁送我东西吗？谢谢霹雳果的巧克力。哎呀，从前慢，从前慢，日子变好慢，车马有一些慢，爱一个人，从前的歌哒哒哒哒。可能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又开心，就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在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会让你们又开心但是又煎熬又难受，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开心也是真的开心，压力大也是真的压力大。我已经快成年了，而且我是姐姐，我不能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我是姐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虽然很想当小孩子，想一直当小孩子，但是没有办法，没办法。其实我当姐姐赵小峰，哼哼，对，得成熟了，得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自己照顾自己。谢谢白胡子老爹的鸡腿大礼包。考虑的东西要多了，但是傻人是真的有傻福，就是不知道真的很不错。就是有时候呢，像我这个性格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考虑在自己第一位，就是比如说要对自己好，就是有我之前收到一个翻牌，
他就是说自己可能不能给我经常来看我直播呀，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学生。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先把自己考虑在第一位，我就跟他说你先好好上学嘛，对吧，就是你们可以多去吃一顿，跟朋友本来说可能是这个钱可以留着跟朋友出去吃一顿饭，对吧，然后你们一定要省着省着省着，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你们可以有自己的交际生活，而且说真的我的存在也是为了让你们开心的，并不是说让你们能考虑到现实的压力的，并不是这样子的。现实啊，反正大家开心就好，希望大家能一直开心，能像我一样一直开心，一直元气满满，那就好。如果我还能收到你们的爱，哇，那我真的太幸福了，很开心了。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也真的很开心。好快啊，一个月了，啊，好快，真的好快。吃好睡好第一名，谢谢谢谢弯配置咪莫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反正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谢谢酱牙的99个荧光棒。好，谢谢姜牙，姜牙，你是不是给我发翻牌了？谢谢你，姜牙。好快呀，真的好快。嗯，好热呀，我想开一个空调，大家，我想开空调。嗯，待会儿就去回翻牌了，26度。25度可不可以？25度，25度跟26度也不差一度。拜拜，黑夜的呼吸，晚安，祝你做个好。看了多迪被发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们这个空调它不制冷，我平常也就开20度吧，20度，19度20度。卡卡，他们又要说我了，穿长裤，我现在很热，平常17度，然后盖被子，对，盖被子很舒服，我的被子。嗨，小板栗，姜牙，拜拜，你很乖哦，姜牙，你有早睡。你跟航仔仔不一样，江阳宝贝你好乖，晚安，要一定要睡觉哦，不要跟他一样哦。猪猪腿怎么样了？挺好的，很好，我觉得14号应该恢复的就很不差了，下场公演就可以正常的了。你总爱记得宇宙爱的爸爸，记得单纯和友好和他的嘴。没什么，就是结起来了，但是它有点黄黄的，看到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已经就一个地方还有点伤口，剩下的话基本都已经结起来了，不要看了，有太多人在了。
好痒啊。嗯。我不去动它了，到时候又被发现了，又要被骂。橙子来了，橙子你好呀。不扣他，不扣他，为了不留疤，我不会扣他的。啊，红仔仔，谢谢你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去睡觉，去睡觉，你的朋友都去睡觉了。腿没事了，宝贝，腿真的没事了，大家不用担心，真的没事了。现在我觉得更头疼的是我感冒了，腿真的没关系了，正常了，反而是现在膝盖开始疼了，因为最近阴雨天，而膝盖不知道是上次磕坏了呢，还是我买了芦荟胶，芦荟胶还没有到，芦荟胶好像明天才会到，预计送达。然后反而是膝盖开始疼了，我要疯了，真的要疯。可能是这几年哦，太猛了，喜欢穿短裤害的。护膝准备上，我乖着呢，我买了护膝呢，就是只是很烦，就是它那种疼啊，是隐隐作疼。你这样子它又不疼，但是只要你走起路来或者突然一下给你来一下滋滋一下，你又会那种超疼，这没办法，湿气太重了，是不是？是吧？你的膝盖也疼，你那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什么？是喵？我不知。喝点中药。下次回杭州去看看能不能配点中药吧。中药我还其实挺喜欢喝的。以前小时候喝中药的时候，就是会给我，因为中药很苦嘛，就会达达就会给我一颗冰糖，就很不差，就是那种感觉，就先苦后甜，吃个糖糖就不苦了。冲点电再坚守一下。好的，那个你不要边充电边看手机，虽然说我好像也是，但是你不能，手机不要边充电边那个。你手机会发烫的，主要是它手机是发烫了以后电板会烧坏，然后我已经拔掉了，我只是刚充上一会儿，发烫，然后你电板换掉，你就得换手机了。你就可以买新手机了，也对，也是这么个理由，但是这不有时候没必要。充电中就不看你了，好的。哎呀，我每天都在嘛，真的是，我又不是不在了，你可以待会儿再来看我的呀，你可以明天再来看我的呀，又不差这么一会儿，对不对？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呀，很多安全隐患都是我们课上都会讲的，就是我们放暑假放寒假前都会讲这些安全隐患。我妈妈天天会把公众号发的那种恐怖的爆炸案发给我，那我这不是给你们说说吗？我不是让你们不看我。背的跑步给扭到了，现在整个不能动，是脚崴扭到了吗？你是不是垫增高垫了？疼吗？拿冰敷、热敷，小松鼠给他科普一下。快给他科普一下，先是冰敷还是热敷来着，我有点忘了，先是活血化瘀，先是冰敷然后再是热敷，对，先冰敷然后再热敷，就是你买一点看看有没有红花油什么的，你之后就
涂在这个腕关节这里，还有那个云南白药，真的很有用。虽然说它真的会很疼。Hello， 陆清月。对，活血化瘀，就一直搓，把它搓热，然后不要动哦。小张，那你这几天你是男孩子吗？你肯定是跑步打篮球。你们男孩子打篮球跑步什么的，小张是女孩子呀，那女孩子更要注意了呀，真是的。啊，搓不是揉吗？揉揉揉揉揉揉，拿那个红花油要揉一揉呀，对吧？我以前都是这么干的，就是不疼。你是女孩子吗？啊，完了，小慧小课堂遇到了瓶颈，告诉了个错误的答案。啊，那医生那是什么呀？不是受伤了以后先拿冰敷，以后过几天就拿红花油什么的抹抹抹抹抹吗？小张，女孩子更要注意安全了，女孩子。小男孩子，男孩子也是，我之前叫什么来着？男孩子也是，男孩子爱打篮球，爱踢足球，爱跑步，爱运动，爱健身的也是。健身房我经常看那种恐怖新闻，什么把手给扭脱臼了啦，什么脖子歪了呀，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游泳，嗯，我只喜欢游泳。肌腱会受伤的，可是脚崴这边不能揉吗？如果扭到了，以前我就是什么泳，自由泳、蛙泳，还有小狗爬，就是。狗刨式，这是我妈教我的，就是让腿就那么蹬，然后那游的挺快的。Hello 胖子，很容易把肌腱受伤。完了，我告诉，那我这么多年我都是一整个错误的方法来搞的呗。知道了，不搓了，不搓了，就喷着吧，就固定固定。啊，不动了，不动了，下次扭到了，还好你们跟我说，不然的话真要，还好我小命比较大。那不是之前不认识你们吗？我不知道呀。然后去买红花油，我爸爸妈妈都跟我说要揉一揉。那不是不认识你们吗？真是的，还好认识，现在认识你们了咯。之前又没有人跟我说。小心积液，积液是什么呀？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积液是什么。大家都科普科普啊！扭到了不要那个，关节囊积液。啊，我好饿呀，我有点饿了，吃点，吃饭吧，没有饭，跳舞很容易有，嗯，是的，点个外卖，可是我在开直播，我没有另外一个手机，点心。我去看看我有什么零食吧，好不好？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零食。我的零食柜在隔壁，嗯，在这边。我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零食。你们先玩一会儿，先玩一会儿牌吧，炸弹什么的炸一下。我先去玩一会儿，让我看一下零食。我可以拿过来，然后那个，因为我不想动这个机位了，好吗？
我都拿过来。突然忘了，这里还有一箱。我有一箱宝贝，全是吃的。我的宝贝，我给你们。对，全是海底捞的零食。我可喜欢吃这个了，推荐。啊，我喜欢吃爆米花，我可爱吃这个了。肯定刷牙呀，我现在没有戴牙套，我戴牙套得一天刷三次呀。哦，觉得这个好吃，虎牙脆也还可以。吃掉这个白白的，是玉米淀粉啊，舔一口，哎，是可以吃的啊。搞错了，嗯嗯 ，QQ 弹弹还能拉丝。好吃又健康，嗯，这个它就搞笑，它大不长，草莓味的。晚上好，宝贝，丧失自我充电功能，晚上好。哎，打开这个草莓味的，这一层就是糯米纸，把它吃掉。白白的是玉米淀粉，舔一口，可以吃掉了啊。嗯，好吃又健康 ，QQ 弹弹还能拉屎，怎么回事？普通话不标准。好了，补充糖分的时间到了，今天就吃两颗，吃太多糖会胖。
这是吃我的爆米花。干嘛？干嘛打句号？显得你们好像很无语的样子。我会刷牙的，真是的，我会刷牙的。大无语，不无语，不无语。出来就是黄色的指甲了，他们都说是白色的，跟我的爆米花是一个颜色。嗯，哇，好健康啊！要是我有锅的话，还有面包，我肯定也做一个三明治吃了，就是很健康那种饮食。我开玩笑的。现在的胃没有说很饿很饿，就是有点馋了。我螺蛳粉太大份了，而且我房间会臭。手抓饼啊，我好喜欢吃手抓饼的。表姐给你做，好幸福呀！你看你的表姐缺不缺我这个妹妹？我姐什么都不会。姐姐还要我照顾她，榴莲干，哈哈，这是一包榴莲干的小份，但是我想先吃一个山楂条果丹皮啊，我们家的果丹皮怎么说呢，酸溜溜的，可好吃了。不好意思，搞错了。我们家的果丹皮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好吃，再吃一个，有助于胃酸分泌和消化。啊，笑笑笑笑笑笑笑，你吃饭不是这样的啊，你吃饭不是这么嚼的，我已经吃的够淑女了，说出来了会更饿，但是我爱吃。尴尬，不好意思，够粗鲁了，比较粗鲁，不好意思，不要被你把你们吓到。
欢迎欢迎。谁叫你啊？嗯，没人。卡了吗，宝贝？我这边我也不知道是我卡了。好了，我吃饱了，我不能再吃了，不然的话 ，Unit 的衣服都很穿的都有肚子。爆炸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打喷嚏，拿走拿走，别客气。有肚子，已经很有肉了，我的肚子。常常好，你好坏哦！截图，手头黏黏的怎么办？想舔掉，去洗个手吧，毕竟还在直播。帮我去洗个手哦，那你们等等我哦。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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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拜拜喽！为什么拜拜？要去睡觉了是吧？好吧。我回来了，不要再玩，不用玩了。吃夜宵，吃什么夜宵呀？这么幸福。带我一个，那怎么办？不要看了，留一点电吧。万一待会有人找你怎么办呢？看我吃太饿了，鸭血粉丝汤，我在南京吃过，还挺好吃的。我比较喜欢吃面食，我可爱吃面食了。都面疙瘩呀，面食，但是他们说减肥都不能吃精碳。去吧，去吧，去吧，去吃吧。吃饭要紧，片儿穿。片儿穿。俗称杭州的长寿面，生日一般都会吃片儿川。
还有20分钟就到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了，怎么人都走完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人都不见了。海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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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其实是杭州人来的。真的吗？大家都还在吗？耶，杭仔呀，怎么还在呀？外卖到了。左左，再坚持20分钟呗，好吗？啊，走什么走啊？不要走！你肯定骗我的。还有28分钟，我们过完12点，我就下播了，大家早点睡吧，好吗？19分之后再回来，坏蛋，又去干什么去？上个厕所，你上厕所就上厕所嘛，真的是。这是又是新进来的宝宝妈。海呀海呀，会这么一句，我海居喊开 ，What's your name？ 其实我去洗头，好吧，那洗头就洗头嘛，一定要说成上厕所。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你们想什么时候呗？看你们想不想见我呗，不想见我我就不直播呗，我就自己去。明天哈哈，可能吧，可能，可能可能。好热，这个空调跟没开了似的。好热，也说了。有空的时候，安娜。真的很热，真的很热，我还不如出去吹风风去了，还不如去宿舍外面吹风去。谢谢 MJK 的一杯奶茶。坐飞火直播被子应该搞低一点，是个题，好提议。等等我。好了，我这可是10斤的大冬被。
司在干嘛？调低空调，然后他们让我裹着被子才能调低空调。谢谢磊落的一个荧光棒。哎妈，这只标商标戳着我了，好疼！可是我真没有办法把它拉开。粉色太显黑了吧，这样一下子就显了好黑的。是啊，你终于来了。妈，我感觉我冬天都不用裹这么厚，我现在要裹这么厚，好热啊，还不如刚刚呢。我有什么毒啊？要是不裹被子，他们要凶我的。就是，不裹不裹。盖子还不行吗？盖子还不行吗？我没有妈粉，妈妈很少。我要是有个妈粉，我都能开心半天。大家都。对呀，我还有毯。男妈妈，嗨，男妈妈，但是男妈妈好变态哦。对不起。你们可以是我的叔叔粉，不行吗？哥哥，哥哥挺好的。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了一个日漫里面的，抽什么问号，是不是说错话了？完了。好吗好吗，我去拿个毯子。不要随便跟我，不能发，跟我聊天你们不能发，呵呵，笑哭，点点点，问号，打没有，还有哦，搞得好严肃。对，你全中招了，甜粉，好，就是不能发。谢谢大发的十个荧光棒，你发哦哦和嗯嗯，还有哈哈哈。你发哈哈不行吗？一定要发呵呵。
或者可以 HH， 你知道吧，就 HH。对呀、啊、NN 多甜呀，还有 N 呐、啊、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发 N 呐、啊、N 呐、啊、N 呐、啊、鹅也不行，鹅你鹅啥呢，鹅你鹅吗，你是鹅吗，鹅但是新大陆好显黑呀、啊、你不觉得我一下子黑成了吓吓你们的，换一个灯光，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的这个灯它可高级了，是我买的新灯啊、它真的好黑呀、啊、我黑成炭儿了，什么情况，有几种颜色呀，一共有三种颜色，一共有三种颜色，一个是冷色的，然后一个是暖色的，一个是冷暖的。7分钟，冷白皮，呵呵，嘿，喜欢，那就成小黑猪了。我现在还能当当小香猪，要是晒黑了就变小黑猪了。还有就一个月7分钟，还呀还呀，哇咔咔也是冷白皮啊，好棒，我其实已经晒得很黑了，怎么大家都是冷白皮、啊、大家冷白皮分我一点呗，那我也能沾点冷白皮的光。我你知道现在有露嘟嘟的店了吗？我知道呀，就是可臭了他们不是小香猪，他们是小臭猪，荷兰猪，手超黑，晒得乌乌黑。你可以涂一点护手霜，我手也不是很白，然后特别是涂了这个黄色的指甲以后更黑了。和你站在一起，哦，是当季显白单品是吗？好的。是一只羊，小香猪，我还是比较香的，那个猪猪是真的很臭臭的。什么时候能撸羊驼？还有5分钟呢，羊驼好像已经可以去有那种咖啡馆了。我的眼睛里是爱你的形状，有光哦。对，因为前面有一个好巨大的灯，它最近不是有那个就是。
抖音热点就是爱心，然后眼睛里可以找到爱心的样子。可以找得到爱心吗？要是我在后面比一颗爱心，不知道眼睛里是不是就有爱心了。你看这爱心，那个好火，好火的，对的，猪宝贝。哎，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猪猪呀？为什么呀？在呢，在呢。西郊动物园羊驼多，猪不可爱吗？可爱呀。咔咔，西郊动物园羊驼多，在哪里？上海吗？我也会吐口水。上海动物园我还没有去过呢。上海我好像虽然在上海待的时间还挺长的，但是除了宝山，除了姐姐家，就没有在附近什么去玩过。哦，外滩那边也去过。对，都是自己画的。我感觉自己不是很会化妆，就是说一种大无语，就是我还没有去迪士尼呢，我还没有去迪士尼玩过。我每次都说要去迪士尼玩，但是每次都有事情耽搁。我养的这个猪，你养的，怎么感觉在说我？它纯装，我没有办法，像血盆大口，不涂了，不涂了还不行吗？不涂了还不行吗？还好我试了一下，以后这种口红我坚决不会再买了。还好我已经把那个新买的口红退掉了，买的就是这种红色。哎，一分钟。十秒，呜呜啊！下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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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个月哦。一个月，很棒，达成一个月时间，一个月快乐，纪念日。好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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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月。嗯呐，好了，大家我要这个了，我要去睡觉了。小松鼠飘过去了，晚安，晚安，晚安，拜拜，多多，拜拜，富翁，拜拜，将军，拜拜，鱼叔叔，拜拜，雷洛，拜拜，唐仔仔，拜拜，奶黄包，拜拜，小张，拜拜，卡卡，拜拜，小杨，拜拜，拜拜，小韩，拜拜，诗人，拜拜，小鹿，拜拜。没有念到的宝贝，对不起哦，拜拜露西，拜拜五零二七，好了，拜拜，我真走了，拜拜幸运风筝，来了，呵呵，拜拜，拜拜橙子，拜拜声光元素。